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，那么请你在我的订阅键旁边点订阅按铃铛，过后也可以顺便的把这一个加入点下去，每一个月10块钱会自动帮你付款，随时可以取消订阅。OK， 这个影片呢就是蛮突然剪出来的啦。然后这一个影片呢，老实讲是去年就拍的影片，因为当时候呢就是疫情还不稳定，然后也是受到庙方的委托，这一部影片呢就拖到现在才发布。这一部影片呢就是去年法主工作单的时候啊，我去巴生河边路天父宫拍了啦。巴生河边路天父宫就在去年的农历7月23庆祝萧公二户，我们的几户宫做单程，然后庙也是没有开放给所有人啊，所以当时候呢就是开放给理事跟弟子过去那一边拜拜而已。然后我是受到庙方的邀请啊，就去到那一边参加这个整个庆典啊。以下你们看到有一些画面啊，有一些人没有戴口罩，你们就不要见怪啦，因为当时候讲真的、是没有什么人啊，再加上里面的空间也是很大，所以啊欣赏一下影片啊。Yeah.